Bawahnya khawatir, mau becam ya?你好，发现哦，你敢有邀请卡？阮在酒会哦，一定要出示邀请卡才会当入去的。你敢知影我是谁？不管你是谁哦，拢莫跟我攀关系啦，因为无邀请卡是袂当入去的。邀请卡摕来啊！ 真感谢各位贵宾今日来参加尊重生命希望教育工程的启动酒会，也感谢各界大德长期对永保文教基金会及其个赞助。哎，贵，啊，贵，啊，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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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赞助的活动，我袂记得早邀请卡，这个查某真白目，唔知我是啥，搁挡伫我面头前，无爱让我入来。我是惊会耽搁着各位贵宾的时间，所以我只好安尼入来啊。永成，这查某一见到我就起卡动手啊，根本就小查某，你要替我讨一个公道。各位贵宾，请用掌声欢迎咱这届活动赞助上大的单位之一——永兴医院的王妍希小姐。嘛，感谢伊一日中哦，就为大家带来欢笑。这小插曲嘛，多好，符合咱的活动，尊重生命。这个世界上，什么款的人拢有，咱拢爱尊重伊。接下来就继续进行咱的活动。放手啦！拄只迄个小查某，伊安尼无代无志对我开卡动手呢，害我伫咧大家人面头前去用起笑。这口气啊，我绝对袂当咱做多耍啦。我今麦到底是要安怎？我想要去把这口气吐回来。我要叫保全啊，赶紧去警察局。你敢知伊啥物人？伊是永兴医院前董事的千金王延熙。因王家伫永兴医院还佫做大个势力个，保全根本就唔敢同意。保全唔敢同意哦，我家己去抓伊啦。你也真正有材料去抓伊，拄只就袂去用拖入去啊。王延熙上出名，就是偏激的个性、粗残的手段。你上好较安分的，莫伫遐自找麻烦啦。你唔替我讨一口气就转倒爽，你竟然搁讲我自找麻烦，你到底是搞到倒啥？我替你生囡仔，无名无分，受这么侪委屈，你来当来对待我，你来当来对待我啦！你想耍无耍？我忍受你真久啊，对拄阿一摆你闹到即摆，搁伫贵宾的面头前写我的面子，倒去，莫遐写死写死。失礼，失礼了，永成，你莫生气啊！只要你莫赶我走，我等下一定听话，我绝对袂搁闹代志啊！失礼了。你即马甲听清楚，这个酒会是阮爸特别重视的，有这些政商界的大头家拢在看，你若搁袂来闹脾气，害这个酒会无法度办落去，我会当甲你保证。你一世人拢免想要入来阮周家的大门，就算你腹肚内底有我囡仔，嘛是同款。好，好，我知，我知啦。蔡董事，因办的活动哦，目的是要推广生命教育的重要。你敢袂当向现场的贵宾介绍一下，什么是生命教育？敢是要让阮了解生老病死的过程。对，除了这以外，嘛要教育咱每一个人，把家己的自我找回来。因为每一个生命拢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现实让咱麻痹，让咱只沉溺于欲望之中，追求名利、感情，造成咱的价值观的错误，忘记人生的意义。蔡崇仁，恁爸就卖我别乱夸，但是贵宾误会，安尼就唔好啊。
那有可能啊？伊们贵宾拢是成功人士啊，不管是素质还是水准，拢真高啊。我是讲有摕到邀请函的人啊。是。不管安怎，咱的活动要继续进行落去。这活动有一个上重要的幕后推手。咱今麦就邀请生命教育计划代表周董事长夫人吴嘉璇吴小姐来跟大家讲几句话。多谢。喂，大家好，我是吴嘉璇。这个生命教育计划应该顺利进行，上主要是要感谢我的大哥，也是周水恩老周董事长。那么伊一直咧支持。这个计划无法度推动，我嘛是一个做妈妈的人，看到我的囡仔一天比一天大汉，我常常在想讲，以后要将伊培养做什么款的人。对囡仔的关心，也佮有对伊未来的思考，就是这个计划的核心目的。Hello， 李小姐，今麦袂到问问题的时间啊。我对伊拄则讲的内容有疑问。这位贵宾，请你把你的耳朵打开，听有清楚别人在讲啥。今晚的活动，阮有阮家己安排。小可，不要紧。李小姐，请问你有啥物问题？你拄则讲你是一位妈妈？是。那咧借问一下，伊个怀胎十月过程，啊，甲生产的痛苦。你应该真了解哦。点不点了？吴嘉璇，那来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囡仔自无到有到生下来，是甚么款的心情？李小三，等一下，阮会邀请在场有新的人来分享因的经验，所以即马敢若麻烦你，要影响着我人进行。不亏了，吴嘉璇，你若是无法度回答，就表示你伫个台顶讲白菜。伊无资格用妈妈的身份讲这个话，那是安尼。伊就是咧欺骗在座各位贵宾，你根本就是你下游马集团品主。哥，李小心，是。囡仔是啥生的？我敢无资格问这个问题。永琪，宝娜，你先倒去坐。李小姐，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向大家报告，我确实无生囡仔的经验。我的囡仔是我第一国外找代理孕母才有的，所以我才毋茫有一个囡仔。我甲在座的妈妈拢共款，囡仔就是我的一切。我爱伊，比爱我家己搁较侪。我对伊的考虑，还佮对伊的关心，拢是真的。无我的囡仔，都无今仔这个活动。李小姐，唔知我回答你够满意？你去用别个无话好讲啊，所以要甲事实讲出来啊。借问一下，代理孕母，佮是合法的？伊伫美国是合法的。莫想骗我的问题，我是问你。代理孕母在台湾才是合法的。倪小姐，我是曾国豪曾律师，我今嘛就会当回答你这个问题。周夫人所做的代志并无违法，啊，还有代理孕母根本就唔是今仔日的主题，所以以后若是大家有兴趣，我再办一个活动，大家好好讨论，好不好？
好啊，代理孕母这个职业哦，我是了解到有寸。就当处长啊，这位刚是你的贵宾。你敢唔知影？那真正是麻烦当处长吼，请看顾你身边的好朋友，那是影响到活动的进行。我惊老周当处长也是知影，会足生气。这就输了。我刚刚讲吴嘉贤冷酷呢，伊就跳出来讲话啊，根本就是对吴嘉贤有意思。今仔上重要的都是我的面子，你还要继续安尼扑落去，我亲自请你出去。进。无代无志，干你小心喘。走，你啉水，降个火气。不要紧啦，只要活动会当顺利进行就好。大家好，我是曾国豪，我是这届活动的负责人。我相信大家拢真清楚这届活动的目的，所以接下来我请在场的孕妇就台来分享伊有新的经验。讲一下，在场。甘有孕妇，请下手。甘有，啊，这有两位，麻烦请上台。你还阁会记得你有囡仔？你歹代志做遮尼多，敢唔惊去影响到囡仔的价值观？我真正足替你的囡仔烦恼。你应该烦恼你家己的囡仔，我的个性是较烈啦，啊，不过天顶是伊的爸爸，缘投正派，这优点囡仔一定拢有。啊，顶多是江宏杰，作恶多端，就是讲你逐天食菜念佛，胎教搁较好，嘛无遐多改变。你巴肚内底的囡仔是歹种的素食哦。作恶多端，敢有你笑吗？嗯，我承认啊。哎，对啊，你的红婿这么风流，不知伊甲哥哥感觉有暧昧啊？等囡仔生落来，江宏杰，敢会爱囡仔叫哥哥一声妈妈？你，啊，歹势，我无请你就台呢。我嘛是孕妇。我要分享我有新的经验，拄则我有举手啊，办活动要公平。林小心，你真好打哦，你竟然敢甲我弄。我甲恁大家做熟的啊，你对我讲话口气啊，较注意咧。惨啊惨啊！是安怎？我看伊现在敢想怎样，一定了讲啊。这个世界。无甚物代志比了着小查某搁较严重。拄仔林小心学完，先叫头毛一摆，搁学袂乖，伊即马准备予人教较乖。各位贵宾，大家好，我叫做林小心。今仔我要先感谢囡仔的爸爸，就是永保集团的董事长周永成先生，因为有伊，今仔日我才有机会徛伫即个台顶。会当这么无体哦，惊死人！拄则大家看我影响到活动的进行，可能感觉讲我真无礼貌。也毋过，我伫个遮甲大家讲予清楚，其实我就是迄个代理孕母，我就是周家麦的亲生妈妈。而且，我即摆腹肚内面阁有一个囡仔。就当处长，我希望伊是我一世人头一个查甫人，嘛是陪我行一世人的查甫人。我的朋友，伊拢讲我伤过单纯，
跟我成功啊。要唔过，比起迄种有翁，还佫逐天孝顺要离婚的太太来讲，一个嫁过一个哦，我真正是比好上济啊。林小心，人要嫁过的翁，佮你有啥关系啊？一个嫁予一个是家丈你哦。这你唔知影啦，莫问较济啦。我即马只想到这种查某人哦，我着规身躯感觉不舒服。啥子不舒服啊？讲起来歹听啦，大家知就好啦。拍手。你即马哪去哩？活动免结束，你就只学条底。伊巴肚内底有囡仔呢。伊个囡仔哦，甲伊同款照养的，你免惊啦。而且伊拄仔爬落的时阵哦，手有扶着，无摔着巴肚啦。你要烦恼伊哦，先烦恼你家己。阿伯，我今日来不是来避你的，我是来向你回信的。我姓林，我对林珊珊有好感。我无想要啊，食紧弄破我。我若感觉我头晕咯，我敢若目睭看呢。你若开对遮来，饭店应该伫咧另外一边啊。就是明年以前，甲珊珊娶到咱厝，林姐啊吼，100%支持你甲珊珊做伙。其实哦，你甲珊珊的感情，我自头到尾无想要插手啦，一切顺其自然。领导们，枪！这条雷线！看来我们顶着下下不了了。就是你，玉茹。比着你啊，那你就较灵魂的啦。你放心，我甲凤姐、阮母仔囝一定会替你报仇的吼。今生有你陪。